哎，你说，你说。楠楠，来来来，坐。哎呀，那个，有点事儿啊，我得跟你说一下啊。嗯。我觉得你在顺丰他们公司干不合适。啊。我跟你讲，他们这个公司也是刚起步。我也刚起步啊，我愿意和公司共同成长。不是不是，我是说他们这个公司啊，就是条件比较差。我没有要求，管吃管住就行。哎呀，你的要求也太高了，还管吃管住，管不了管不了管不了啊！你这样吧，你先交上伙食费吧。好吧，把伙食费交了。我跟你讲啊，而且他还特别抠。什么？哎，我说你们几个把公司的空调又都开开了是不是？也没有多热嘛，温度才40多度，全都给我关了，省点钱。脾气还特别大。喂，哎，你们还要打车回来？打什么车呀？公司没有这笔费用。再说了，铁岭到沈阳也没多远嘛，走着回来。哎呀妈呀，你是打算徒步辽宁吗？听我，别在他们公司干，回家。哎哎，好好好好好，就这样啊。怎么的？我刚才听了一耳朵。啊，楠楠，你要回家呀？也好也好。这样，我马上给你订票啊！咱回家，我送你去火车站，好吧？哎呀，哎，你这白搁这眼了。你订个商务座。啊，订什么商务座？我本来就以为你这个人就是心眼多一点，我没心思到你还是个演员哈。刚才是不是阿爸给你来电话让我回去的？对呀，啊，那听爸爸话，咱回去。我不回去。我就是不在你这儿干，我也要上别人那儿去干。喂，有电话了。谁呀？喂，有电话。哎呦，你爸的电话。我不接。赵刚子，这孩子，我原本以为你是最理解我的，没想到你一点都不懂我。喂，有电话了。哎，你爸电话得接呀。我不接，就是让我回去的，我接他干什么呀？喂，有电话了。来，我接。你这不让你爸爸着急吗？你别。喂，哎哎，陈总，哎。陈总，哎，我对，我陈顺峰，我再给你汇报一下啊，那个你闺女已经不在我的公司工作了。哎，刘警官，来来来，快，范叔，怎么样？范婶找着没啊？一点消息都没有。哎呀，那几点出的门啊？早上不到5点就走了。啊，不，大伙儿别着急啊。嗯。范婶啊，这算不上失踪，这样抓紧时间，我了解一下情况。哎哎哎！范婶今年多大年龄？生日是哪天？她是啊，我妈今年六十几来的吗？六十，哪天生日来着？你问我干啥？我也没想起。你还是问我吧。您说。她妈是1955年3月6号生的。1955年3月6号。二驴子，你怎么忘了？记不住你？你还说我记住了？哎呀，行了，别吵了，听刘警官的。啊，范叔。范婶出门的时候穿的什么衣服？哎呦，好像是白套裙，不对，啊，紫色外套，不对，应该是白套裙加紫色外套。哎呀，都别在这瞎蒙了，还是您说，背心裤衩。啊？不是，爸呀，你是不是急糊涂了？不是，他哪有穿背心裤衩的呀？我早晨五点嘛，我一醒，我在被窝里碰着的他。哎，刘警官，那还有别的吗？比如说照片什么的，行不行？我先问一下，范婶有没有什么典型的特征？有没有？哎，有啊，她特征有，啊。我妈妈是最漂亮的妈妈，对，我妈妈是最善良的妈妈，我妈妈是最慈祥的妈妈。你现在在这夸她有用吗？人家问的是特征，对，特点。看来啊，你们也说不出来什么典型的特征。能，就是后脊梁骨那儿有个痦子。哎呦，不是，有啊。真有，要不他小名怎么叫点背呢？行了吧，爸呀，后脊梁上有个痦子，谁能看得着啊？对，行了，这些都别说了，还是像老大说的啊，有没有照片？照片有啊，各个年代的都有。太好了，就在抽屉里锁着呢。我等，您在那个抽屉锁着呢。拿钥匙开呀，爸。钥匙在你妈身上呢。爸呀，你这不等于白说吗？哎呀，你这气死我。哎，对了。手机里应该有，快，对，手机里有没有？哎呦，我这还没有啊，我这没有。哎，这手机上有啊？哎呀，这俺俩谈恋爱时候照的呢，你看梳俩小辫儿，小红领带。那哪行啊？你靠这个找，那刘警官得穿越回去。哎哎，
我这有一张，这上午咱们一块吃饭，小妹儿给照的。你看我大姐手里拿着大螃蟹。你拉倒吧，大螃蟹正好挡着妈的脸。你要照这个找，得找到海鲜市场去。行了，我这有啊。哎呦，真的？是不是？你这有啊？我给妈照过一张正面的，全身的。立功了，立功了。啊，过期了，打不开了。哎呀，你说我每次回家，我第一句喊的肯定是妈，我回来了，妈妈，我回来了。你说我真爱他吗？啊，妈妈找不着了，问我生日我不知道，问我什么特征我也不知道，就连这手机里连一张我妈的照片都没有。其实以前妈在家的时候吧，在我耳边天天唠的我都烦死了，我就恨不得妈哪天不在家的时候耳根清静一点，可是妈不在了，你说我这心里，其实咱们不是今天把妈给丢的，咱们早就把妈给丢了。是啊，以前妈妈在身边的时候咱没觉得妈妈多重要，可是现在妈不在咱身边了，才觉得妈有多重要。你说你们吧，天天在朋友圈里边晒照片，谁晒过自己的妈妈？等妈妈回来我一定好好疼疼她，等妈回来我一定跟她说我爱她，等妈妈回来我一定好好抱抱她，亲亲她。哎呀，这好几十年了，我天天说我惦记她，我了解她，今天这一看呐，她算白跟我过了这好几十年了。哎，你说你们这些当儿女的手机里连一张妈的照片都没有，你把你手机拿出来我看看你妈长得啥样。惭愧，我也没有。行了，我想起来了，刘警官啊，啊，这儿有张全家福啊。对对对，哎，这行，这就是我老婆，这个我拿走了，大伙儿放心啊，范叔你放心，我一定把范婶给找回来。谢谢谢谢谢谢刘警官。街坊邻居们，谁有这本星座书？据说可准了，可我怎么一点都没感觉到呢？前天他说我是出游的好日子，结果我一出门哭嚓掉沟里边了，游半天游不出来呀。啊，这就是出游啊。昨天说我是大喜的日子，准呐，这是真准呐。我爷让我在家洗了一天的衣服啊，这就是大喜呀。今天又说我走桃花运，这桃花运搁哪呢呀？这样拔下。哎呀，桃花运来了。哎呀妈呀，别叫妈，叫小姑就行。小米粒，你是不是感觉到我想你了？想我了。那啥，你在家干啥呢？刚做了几道菜，又研究会儿星座，还吟了一首诗。啊，去年今日此门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，人面不知何处在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这么一会儿你还干这么多事儿，你效率挺高啊。那跟你商量个事儿呗。啊，啥事？等会儿呢，我有个朋友过来找我补课，那个能借你地方用一下？补课呀？啊，小学、中学、高中啊？成年人？成年雄性啊？别女的。欢迎欢迎，热烈欢迎欢迎。哎，对了，咋不在你家补呢？我家人多闹挺啊。对，俺家清静，就我老哥一个。啊，行，我现在就给他发个定位，让他上你家来啊。哎，那个小米粒，你看啊，趁第三者没来，咱俩聊会儿呗。行啊，聊呗。哎，但是时间紧，入住啊，抓紧啊。哎，预备开始。聊啊聊啊聊啊。你这是聊天吗？这不聊斋吗？行，那你想聊啥你起头吧。聊星座吧。你啥星座呀？我属龙。我属虎。龙虎斗啊。
我说的是星座，不是属相。啊，星座是吧？啊啊，我天上火。妈就说这事儿呢。嗯，平时你爸过生日，哪次你都不少给钱。那应该的呀。是吧？哎，所以说呀，这次你别拿太多。你大姐夫他没钱。他没钱没，我跟你说，一家俩女婿不能个个都有本事，有我一个有本事的就行了。是，妈知道。哎，可是这次 你别拿太多啊。放心放心，意思就是多了。刚才我跟你大姐夫说了啊。他说呀，他卯大劲啊，也就能拿10666，不少了啊！妈，你放心事儿啊。不是不是不是，我刚才没听清楚，他要拿多少？10666，那我是他的十倍，我是多少啊？10666666啊，十多万我哪儿借去啊？我高刚子啊，你放下葱，你过来，太阴险了这个人，咋的了这是？你什么意思啊你？咋？哎，我让你拿666，我那是害你啊？不是啊，我那是为你好啊。我知道啊。那怎么又变成10666了呢？没有，你别跟我说。我明白你什么意思，是我在这个家里头一直压着你，每次爸过寿妈过生日啊，我都是咔你这儿当啷，你心里不舒服是不是？不好受是不是？不舒服你就说不舒服，装什么装啊？你看你他家背后给我来一套啊啊，说666，现在拿10666，行，你拿吧拿吧，你听我认了我认了，我什么身份？行，我觉得你拿的还少，有本事你拿20666。哎呀，跟我这装，行，拿吧。这咋的了？这是？哎，大姑爷啊！啊！刚才我听二女婿在这吵啥呢？啊，他好像有点不高兴了。哎呀，是不是嫌你钱拿少了？哎，啊？有可能。没事，你放心。啊！妈又给你备10000，你就拿20666行不？妈呀，您不能再给我钱了！哎呀，没事，你听妈的，没错。不是妈，去那么多活呢，帮妈忙过去去。该干啥干啥啊，快点！哎，我跟你说，我你就帮我这个忙行不行？不是，二姑爷啊，就10来万。哎哎哎哎哎，妈，二姑爷，哎哎，妈跟你说点事儿。你说。那啥呀，你大姐夫没钱。没钱，他没钱，他装，他没钱。不是你爸，这回你就意思意思哈、啊，让他也匀乎匀，心里头能平衡点。你可别拿太多了啊！我该我拿的，我一定拿。你放心吧啊！哎呀，刚才我跟他说了，叫他多拿点儿。这回拿20666，不少了啊！我去上票去。家门吗？啊！你脑子进水了吧？啊！我脑子没进水，你家进水了。你进我们家门，你告诉我了吗？你叫私闯民宅，你叫窥探别人隐私啊！我是什么人呢？我一个单身女子，你没经过我的允许，你就进了我的闺房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得赔我，你赔我精神损失费、物质损失费、名誉损失。我跟你说，小黄，你家这个水我必须得关了。你没看多大的水呀、啊？家里边家具全泡了，你那是红木的，得多少钱呢？要你管！你看我家也漏了，回头让你赔。我赔？我呸！赵刚子，你是干什么的呀？我物业呀、啊。物业？物业，你为什么不通知我今天暖气失水呀、啊？怎么没通知啊？我们物业提前3天就在大门口就已经公告了。公告？哦，你意思我这么忙，我还去看你的公告？啊！我出门就下地库，进车我就出大门。你意思我嘎一脚油还看一看？哟，今天公告上写什么？什么玩意儿啊！哎呀，你说你这个人呐，我就知道你可能没看，我还专门给你个人发了个微信，你看看。我回了吗？没回。没回就代表我没收到啊，没收到你就要继续发呀。那我发到什么时候为止呢？
你要一直发呀，发到我回为止啊，我回了你才能试水呀。那你为什么不回呢？我前天手机就丢了。那我发一辈子你也收不到啊。别扯淡了啊，小刚子，我是业主，我一年交给你们那么多物业费，你不玩命给我干啊？哎，你那意思我们干物业的还得豁出去了？那当然了，我告诉你啊，赵刚子，你碰见我这样的业主，你算是命大了。那照你这么说的话，我能活到现在就算长寿了。你才明白啊？啊，你觉不觉得今天的事情你们物业是有责任的呢？那要这么说也是有道理，对吧？我们也有我们的责任。这，你等会儿吧，你有责任，你有什么责任呢？你冲什么大头啊你？我告诉你，物业有你，物业都得关门。这待着看我的。切，哟，小黄妹妹表演得很漂亮啊！谢谢。哎呀，就你一个人是业主啊？我不是业主啊，就你一个人交物业费了？我没交物业费啊！全小区的人都知道今天暖气是谁，怎么就你一个人不知道啊？怎么的？你不是人呐？哎，赵刚子人家办了一件好事啊，你还在这冤枉人家？赵刚子笑，哎，你戳不着我。你站起来，你站起来，我也戳不着你。都装成这样了，你还叫哥？叫大姐啥呀你呢？还叫大姐？你说咱俩就是贴小广告的，你说你至于装成这样吗？哎呀妈，我是兄弟啊！啊，那你可不知道啊！你知道有很多我们同行都壮烈了，就咱俩没牺牲啊。为啥没牺牲？为啥呀？就因为俺俩会装嘛。啊？你说你要把事业做大做强，你不得装啊？我是有目标的，我今年要完成1亿。哥，挣1亿呀、啊！贴1亿小广告。你那啥呀？这也算目标啊？实现不了。咋实现不了？胶不行。你看人家胶啊，往上一贴，啪，一年都不带下来的。你看咱们的胶，往上一贴，啪，哒哒哒哒哒，不到20秒就下来了，比那面膜子都快。再一个，他这小区物业太厉害了，哥，咱别贴了，换个地方。这，兄弟啊，啊，你说就你这智商，你能想到的事儿，大哥能想不到吗？啊，他物业不喜欢卡着吗？对呀、啊，我就让他卡着不下来。怎么卡着？你以为大哥真是肚子大了？那是啥呀？这全是胶啊！妈呀！哎呦天啊，硅胶啊！那你不归是啥？是胶，你看胶啊！我还以为你是归呢。啥归的？大力胶，大力出奇迹，天漏补天，地漏补地，谁要能卡出掉，那纯属奇迹。那我这是算你，我给你把风。哎，给我看着点啊。啊！哎妈呀！哎呀，哥，咋的了？这手感太好了！哎呀，太粘了，这也。你小心点啊，你别把那个手给粘上了。说啥呢？我傻呀，能把手粘上啊？有病吧？哎，哥。刷子粘上了。我说你是不是傻呀？咋的了？啊，你咋把刷子给粘上了呢？我不想试你那胶黏不黏吗？你麻利的，你把那刷子给我薅下来。你玩呢？啊，你使劲啊！我薅不下来，你搭把手。我看去嘛，说你那干啥事？快点，来，哎，一。大地出奇招！哎呀妈！哥，刷子下来了，胶没了。妈呀！你说你能弄哪都是啊？你看你这胶弄哪哪都是。不是哥，咱走吧。我这怎么够这桶啊？我这，你看下炕呢还咋的？哎，不是哎。
不行，咱走吧，正好是没人呢。干啥呢？不是你干啥呢？这还有点焦，你去贴上吧。行。你撒手啊？你拿走啊？你不撒手我咋拿走啊？你不拿走我咋撒手？行，我拿走。哎呀，粘上了。那咋整？咋整？哎，这样哥，咱把桶放地上，脚踩桶上往上薅，怎么样？好主意呀，兄弟。哎，大力出奇迹！成功，走。哥，想谁呢？露露。啊，对，不好意思，露露妹妹，你买菜去了？啥眼神啊？这是花。你长得跟菜似的，长得跟撇了嘎的似的。你老公在家没？我老公在不在家跟你有啥关系啊？他身体没问题吧？他身体再有问题也轮不着你呀。没问题就好，我帮你抱孩子吧。你说行，你再碰一下我不告诉我报警啊。别害怕啊，他不是坏人。哟，你不是赵刚的小姨子吗？啊，是啊。你也加入他们团伙了？这什么团伙？没团伙，你误会了。那个他就是挺心孩子的。啊，对，那个露露妹妹，我就是看你抱孩子太辛苦了，想帮帮你。你说这孩子长得太磕碜了，像他爸似的，鬼头蛤蟆眼的，长得像我多好哈，可爱、善良、慈祥。你看我这面容。你说谁鬼头蛤蟆眼的？大伙看看，就他这样人说别人鬼头蛤蟆眼的。就他鬼头蛤蟆眼的，还搭理他自己长什么样，说这个鬼头蛤蟆眼那个鬼头蛤蟆眼的。大妹子，我好心跟你说一句，离这样鬼头蛤蟆眼的人远一点，让你爸你妈你大姐夫省点心吧啊。你瞅啥呢？就说你呢。谁鬼头蛤蟆眼啊？谁鬼头蛤蟆眼啊？咋的？你不服啊？我的形象都被你影响了。瞅你刚才鬼头蛤蟆眼那出，你看你不像好人。谁不像好人呢？谁不像好人呢？我不像好人吗？娘啊！去别拉去吧，都。你给我站那！不是我问你家没有镜子，你平时不照镜子？哎，我大姐夫来了。大姐夫。哎，来，你站。干啥？你站好了。干啥呀？看见没，这叫站有站相。你站起来我看。你瞅你前挺后撅，你整个一个二师兄。哎呀大姐夫你过来啊，你坐一下。啊，干啥呀？坐一下。看见没，这叫坐有坐相，男子汉不怒自威。坐一下。看妹子，我回来了。哎呀，大哥，啊，你回来的挺好。看在你救我孙子的份上，我得奉劝你，干嘛？没事少往外边溜达，看住你的窝，揪来了。天意呀！你先别走。你刚才救谁了？我揪你头发了。你吹，你能救着吗？你刚才干什么？你说，我干什么用你管呢？你管得着吗？你是你干什么我管不着，但是你把他气成那个样，我还非管不行了。我，你干什么去？我把他气那样了，你气他好几十年了，我说啥了？我啥时候叫他气好几十年呢？不是你，这不都你把他招来的吗？你说你要不招他来，你说上咱家一天来好几趟。你瞅瞅，你又来这套了，小心眼是吧？我就把他招来了，你爱咋咋地。这你恨啥呀？你看人家老王头还能救个孩子啥的，你可倒好，吃啥啥没够，干啥啥不中。我喝个酒的滋溜滋溜，吃那花生都嘎嘣嘎嘣，睡觉你扶劲扶劲的，你宁愿躺下，你要了命。
人家呀，别跟他们一般见识。不跟谁一般见识？你呀，整傻逼了！这个胖老头啊，才是老米太太的老伴儿。那我这恩人大哥呢？是老米太太老头吗？啊，是吗？那个是老米太太的邻居。哎呀，你这差咋的？做个二不三的还剩大裤衩子呢。你这啥事儿整的太闹意思了。这这啥事儿啊，谁和谁两口子都整不清楚啊。那也不怨我呀，你说这社区一眼出他俩就演两口子，一眼出他俩就演两口子啊。演两口子就是两口子。我问问你，演小品那郭达他媳妇是谁？蔡明吗？那范伟他老伴是谁？李杏啊。那潘家江的媳妇是谁呀？黄小娟呗。嘿，你敢提句正经话也没有呢？这我说，不是你这孩子，你叫什么来的？百货呀。你把那摆那去了、啊，你就是个货，你。我跟你说，你这孩子你怎么回事？你那脑有病是不是？像掉沫儿进水似的，你怎么掉糊糊的？哎呀，没事没事。你说你怎么乱讲话？这不影响我的形象吗？啊，还给我们两个随便牵线吗？哎呀，对呀，属你是单身，你也是单身，你俩不正好吗？这不。哎呀妈呀，你说啥呢？我是来感恩来了，不是来相亲来了。再说你说那话，我能相信呢？大哥，你真是单身呐。